大家好，我是顾军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手里的这个 Insta360 One R。那很多人认识 Insta360 这个品牌呢，就像它名字一样，它是一个360度全景相机的品牌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刚才你开头看到的这段画面呢，就是我使用这个全景摄像头所拍摄的。为什么说它是全景摄像头，而没有把它定位成全景相机呢？是因为这个 Insta360 One R 非常的神奇，它是一个模块型的东西，所以呢，如果你轻轻的把它一拨以后，当当，它就可以更换摄像头了。那在我要掏出来的这边，哪边？这边裤子口袋里东西有点多，那要掏出来的这边呢，是一个1英寸大底的这么一个摄像头。那我们用1分钟时间把它装上去以后呢，不好意思，我说的1分钟，我意思是3秒钟。真的，这个模块化设计非常非常的有趣。那装上去以后呢，它就变成了1英寸底的一个运动相机。我甚至很难把它定位成是不是运动相机，因为如果你把它的屏幕转到这边以后呢，其实它就是一个不错的 vlogging 的相机，好吧？那我们接下来把屏幕转到这边了。就它这个模块化设计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吸引我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这么一个设备了。那你可以看到，现在呢，就屏幕对着摄像头这边呢，我可以非常轻松的看到我自己。而1英寸底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当然就是有着更好的画质以及更好的弱光效果。那现在太阳呢慢慢往下降，慢慢往下降，所以之后呢，我们等光线再暗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测试一下它的弱光性能到底怎么样。那在这个之前呢，我前面拍摄了一段在车里的画面，使用这个1英寸的这个摄像头，它基本上是一个14.5的这么一个超广角的视角。那在车里这种狭小的空间呢，你可以看到有不错的视角范围。所以呢，就是这个东西，我觉得真的小小一个，可玩性非常非常高。如果你比如说有时候想要拍摄一些全景的360的画面，你可以使用这个模块。那如果你想要一些画质更好的、弱光性能更强呢，有这个1英寸的模块，好吧？那接下来我们就测试一下它的弱光性能到底怎么样。好，在我手边呢有一个这个原厂的这个壳子，装上以后，我们可以把它连接上这个自拍杆，然后我们可以拍摄一些 vlog 画面。好，我们先把它这个1英寸的这个摄像头的盖子先拆开，然后我们把它塞进去。把它关上以后呢，把这里锁住，然后再把这个旋上去。那因为我现在的目的呢是使用它做 vlogging， 所以呢我把这个屏幕对着自己，所以这样我就能拍摄看到我自己了。然后呢，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麦克风，那这边是一个 Insta360 的非常简单便宜的这么一个麦克风转接环，转接到 Type C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麦克风装上去了。那这样呢，在保证画质更好的情况下，它甚至可以保证收音的质量。你可以看到这个有多小吗？就超级小，超级方便的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它装上这个自拍杆。当然了，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自拍杆，它是专门为这个子弹时间所设计的，对不对？你看到 ，designed for bullet time， 好不好？非常非常的厉害。那整个这个组合，你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轻便，非常非常小巧。我觉得就拿在手里基本上是毫无压力。好，那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效果，就是我使用这个1英寸的这个摄像头所拍摄，然后现在光线老实说已经是比较的低了，然后这个树下面呢，老实说真的是又暗又冷啊。那我走动的效果，我觉得防抖，你能看出来防抖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啊？然后我现在基本上没有在稳定的走，基本上就是正常的情况下走路随便走2步。那我用跑的给你看一下啊，这边已经是非常非常暗了。你有看到后面的晚霞吗？现在已经是挺弱光的效果了，然后我觉得画面看上去还可以接受啊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嗯，现在是内置麦克风的收音效果。然后如果我们转向太阳一点，你可以看到
如果不是完全背光的话，在这样的弱光情况下，画面还是看上去不错的。好，总体来说呢，我觉得 Insta360 ONE R 是一个可玩性非常高的这么一台相机了。我已经不能把它简单的定位成比如说360度全景相机或者是运动相机，我觉得在这个组合上面对我来说它更是一个非常适合的 vlogging 的相机，好吧？它这个模块化的组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，能符合不同人的不同的需求。那同时呢， Insta360 还有一个非常有优势的地方，就是它的 APP， 它的 APP 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先进，然后你可以处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玩法。那我个人呢，因为年纪比较大，所以 APP 上面的玩法我不是特别的在行，但如果你是年轻人的话，如果你热衷于运动的话，我相信你一定玩得比我好了。那简单的使用一下 APP 以后，我发现在后期的时候使用这个 Insta360 的 APP， 不管在手机上面在电脑上面呢，都有各种各样的新鲜的玩法，可以裁切不同的组合，裁切不同的角度，好吧？总体来说我觉得就是它真的可玩性超级超级高的，而我非常痴迷于这个一英寸的这个大底的这个镜头，因为老实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小的身体能放进这么大的底的。那如果你要是比如说像我一样用这种小的轻便的相机拍摄一些 vlog 的话呢，我觉得在更多的环境下可以比较的适用，因为它能有更好的画质，有更好的高感，那底大一级呢真的是压死其他的运动相机啊。那我觉得如果你有跟我一样的需求，如果你也想要尝试不同的玩法的话， Insta360 算是目前为止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那唯一有一点小小的遗憾我必须提一下，就是它这个一英寸的这个底呢，在拍摄的时候它这个对焦呢是固定的，最近对焦距离是90厘米，那理论上就是说如果我是这样子的话呢，我的人理论上是没有对上焦的，所以比较好的方法呢是使用这个自拍杆，然后保持一点距离，然后这个样子呢你的人跟背景呢都是清楚的。希望 Insta360 能在某个意义上改进最近对焦距离，因为一英寸的底老实说能拍照还能拍出挺好的照片的，如果比如说能拍更近的距离的话，我就可以拍摄一些美食啊，拍摄一些比如其他的东西。好，那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转发、评论、点赞，同时订阅我的频道，关注我的微博，微博名字叫新一孤军人 ，Follow Instagram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